我二人还不是很信任我，所以具体的也没跟我说。我只知道他们走小路到临县，然后上高速。 现在出境，去瓦林寨的马家旅馆，骨头会在那里等你。现在有什么急事吗？你先到了瓦林寨再说，具体什么事儿，让骨头告诉你。别让他看出来。 这一趟，就知道吴振峰可不可信了。总得有这么一趟，我这边会盯着吴振峰那边，你们把人和货都带回来。放心吧。 走小路到临县，然后上高速。袁总方知呢。现在还不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明天万万梦会和阿坤一块走，定计他们两个吧。明白。啊，林局，还有件事，刚才二两哥找我。他让我现在去趟瓦林镇，具体干什么也没说。好，保持联系，注意安全。 什么意思？开到广州，这车里装的不可能都是水果吧？少问。看到这个没有？这个全程盯着你，期间不要下车，不要接触任何人。 不要干你自己不该干的事，明白了吗？手机给我。啊？你的手机。到了之后拿这个电话打给我，我完了再告诉你怎么做。